2015年3月24号21:20，从这一刻开始，无尽的宝藏开启争夺大战。残酷的 PK， 是合作还是厮杀？挑战体能极限，旋转头脑风暴。芝麻开门，全新震撼升级。欢迎进入海尔智能空调芝麻开门。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到江苏卫视海尔智能空调芝麻开门，我是彭宇。大家好，我是李艾。我们节目全新升级了，你看，我就代表着升级那个部，我就代表着升级。等一下，你是代表升，我代表级是吗？谁要升你啊？这个节目的全新升级呢，它有三个第一。第一个呢，就是我跟艾姐时隔五年再一次搭档。哎呀，真的是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啊。什么叫物是人非？好沧桑啊。因为那会儿你未娶我未嫁哈，现在呢你未娶但是我你已经嫁是吧。所以呢来了我们的第二个第一啊，就是我第一次跟一个人妻搭档。哎，说真的哈，这也是我婚后第一次跟男搭档一起主持节目。真的哎，可想而知我老公有多放心你。什么叫你老公很放心我？对啊，就是我跟你搭档。因为我现在明白意思，就是你老公跟我是好朋友。差的太远，所以就无所谓担心啊。好，来第三个第一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一个场合，而且呢还有更多的升级之后的礼品送给大家。好，所以呢今天的选手是有福了，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认识他们。我们赶紧有请第一对出场好不好？来有请。大家好，两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珠宝世家的王振宇。因为珠宝古玩行当呢需要博古通今，我是被各类书籍落到大的。大家好，我叫张家伟。那我原先是国家队练现代五项全能的退役运动员。我是文能答题安天下。我是武能游戏定乾坤。我们的口号是战无不胜，秒杀全场。加油了。好，谢谢。稍微准备一下。珠宝世家，哎呀，哦哈，而且一个是全能五项的运动员，能文能武啊，厉害了，真的。后面的长得又帅还有钱，我为你们担心啊。对，真的后面的选手都没必要出来了。在后面呢。好了，马上请出我们的第二组选手。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好。Hello， 大家好。来，两位好。正方一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陈华。正方二辩，张瑞杰。我们这样介绍呢，是因为我们来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辩论队。而在队中呢，他是队长，我是他的下属。队员啦。啊，就队员。这四年来呢，我们俩一起共同进退，因此我们默契十足。这四年来，我们打败对手，我们也是看了很多书，因此我们也是知识渊博。今天来到芝麻开门呢，我们的口号是：想成功就先发疯，下定决心去向前冲冲冲，有动作耶！ Yeah!谢谢两位，准备一下，拜拜。接下来出场的这一组会是什么样的特点，会什么样特色呢？马上请出我们的下一组选手。嗨，大家好，阿姨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南京的真宁组合。我是真宁组合的真，我叫于真，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我的绰号是小百科。我不但知道东西的很多，而且我的身体也很壮。大家好，我是曾宁组合的宁，李一宁，我是一名跨国超市的部门经理。不要看我长得瘦，骨子里面都是肉。我曾经是一名篮球队的运动员，所以呢，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抢光场上所有奖品，绝不手软。对，那我们的口号是心狠手又辣，世人都害怕，你怕了吗？你们俩是怎么认识？是邻居啊，还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以前的同事，然后呢，还是同住在一个社区的，也算是好朋友。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吧？没有这个是好兄弟好姐妹。对，好兄弟好姐妹。对，你们各自都有另外一半了吗？有，他结婚了。你不带自己老婆来，你带别人的老婆来，你合适吗？合适啊。
你老婆呢？我老婆在那儿，她只是比我老婆瘦一些而已。哦，你说别的女人比老婆瘦？现在我就说艾姐是我心中最漂亮的女人。哦，你不但夸你旁边这个女人瘦，你还夸另外一个女人更漂亮，你完蛋了，我告诉你。哎，我们要拆散吗？我们这样好吗？好啊，好像。其实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最后的奖品呢，能拿回家孝敬老婆，是吧？其实我带别人的老婆上节目算什么？我还跟别人的老婆搭档呢。对啊，对吧？有什么了不起吗？我就是学您的。哎，好嘞，那所以两位加油了，好不好？好，加油！谢谢。现在流行啊。流行啊。哎呀。好了，那我们直接看看下一组选手又是怎样的，来，有请。观众朋友们好，观众好，你好，艾姐好，你们俩 好，我叫李少晴，我叫吴林轩，我们是来自天津的咚组合，现在说一下你的口号，咚咚咚，端走全场。哇，我已经被他们的气势给吓着了哈。好了，接下来是不是真的能够端走全场？就要看你们的能力了哈。好，好，加油 ，OK， 加油。哎呀，每一组都是打了鸡血一样啊。对，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好看了啊！而且我们节目呢，不仅这个奖品升级，我们的规则也升级了，是不是？是的，规则呢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只好请各位看游戏规则 VCR。四组选手通过答题竞争进入奖池的机会，并以获得的奖品价值作为自己的积分。经过两轮挑战淘汰赛，积分排名最低的两组选手依次被淘汰。最后一轮为终极对决，晋级的两组选手将同时面临终极挑战，获胜的一组选手将赢得四组人抢到的所有奖品。各位好，这里是由健康云峰拒绝空调病的海尔智能空调联合播出的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开门呼吸健康好空气。好，本节目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四组挑战选手。好了，四组都已经就位了，旁边就是你们的对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放放狠话吧。在我俩来之前呢，就是挺忧郁的，感觉睡不好觉，对，一宿不睡觉。但是我们见到了这三组选手之后，我们发现觉睡安稳了。哎，等一下，你看到了吗？啊，我好像只看到了彭宇哥和李艾姐，没有其他人了吧？哦，就其他人。哇，完全眼中无人呢。哎，这个话真的是，我跟你讲，好像受不了哈、啊。你们怎么看？太嚣张了！大家五项全能哪五项知道吗？而且看他的年纪，退役很久了吧？哦，对呀、啊，对呀、啊，现在有气的呀，对呀、啊。但说真的哈，不是艾姐不提醒你们剩下的三队哦，这一队确实强。你看身材在那摆着，说这个学识啊，老实说我们摸了一下底，也确实了不得。再看身家，对，哎，哎，我们看身家干嘛嘛？这个节目看什么身家嘛？你们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对，今天就算他们什么学区几车都没有用，我们这三组根本就不会给他们机会，对，我们三组结盟。不，等一下，什么叫拍死他？这个你要说清楚。就是咱们三组不管会不会打，咱就抢下来。是，就是不给一号，就是不给他任何抢到的机会。他们两组打也不让第一组答题。所以这是策略吗？首先先把最强的这个弄死。对呀、啊。我觉得讲那么多都是废话，好不好？真的把自己答题能力拿出来，才是实实在在的。首先达到了三道题的就可以下场去拿礼物。我们第一环节当中一共会有三次拿礼物的时间，但是呢只有两组的机会是要凭你的答题能力的。那么第三次拿礼物的方式呢非常的平等，就是每一队你都会派一位选手下去抢积分，那么最后我们会把这三次积分加在一起，积分最低的那一组淘汰。明白了吗？明白了，为自己而战了。马上开始第一轮的答题，请听题。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来自哪一首歌，请抢答。来，第四组。刀郎的，我那天喝了多少杯，刀郎的，刀郎的，刀郎的，快快快，刀郎的，20秒。会不会这就是那个谁？加油！那个是后的。啊！四、三、二。求人，求人。
回答错误机会了，所以下一轮的抢答你们不能够进行了。正确答案是对冲动的惩罚。哦，对，冲动啊，现在是冲动的惩罚啊。哎，请听题。梁小龙饰演的火云邪神空手接子弹的绝技让人记忆犹新，请问他是周星驰哪部电影中的角色？请抢答。第一组，功夫。恭喜回答正确。你们的战略现在没起作用啊！来，加油加油！请听题。哪条河流经过外白渡桥并最终汇入黄浦江？第二组，我们是上海人啊，苏州河。好，苏州河，恭喜回答正确。好，我爱你母亲河。好的，现在1-1啊，还有两队没有分啊，加油啊！请听题。色戒中王家之曾为易先生唱狼呀咱们俩是一条心，请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好，三三组，应该是天涯歌女。好，回答正确。耶，请听题。李安凭借哪部电影首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第三组，断背山。回答正确。好，现在我们第三队已经积两分了，已经听牌了啊，听牌了，听牌了，还有也就是说下道题如果你们能回答正确，你们就可以派一个人下去抢积分了。第四组加油了啊，来请听题。好，一般电影胶片1分钟播放24帧图片，但人眼却感觉画面是连续的，这是因为什么原理？好，第四组停留。好，恭喜回答正确。接着了，请听题。一曲 Nobody 红遍大江南北的韩国组合叫什么名字？第二组 Wonder Girl。 I want a nobody nobody but you。 回答正确， Wonder Girl。 好，也就是说第二组开了，和第三组再回答对一道题就能够下去抢积分了啊！不敢不给第三组机会。请听题。他父亲是皇帝，他母亲是皇帝，他自己是皇帝，他弟弟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侄子也是皇帝，这说的是谁？请抢答。武则天。女皇武则天。不对，错误。你们只要回答正确就可以下去抢分了。快。雍正。乾隆。还有贤，汉武帝、汉文帝、汉二一、不对，这个是武则天的儿子唐宗宗李显。李显啊，你为什么没有抢到呢？请问我抢不过他们啊！你别说，这样子的这个战略现在起效哈，有用。是，哎呦，好，请听题。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女法老。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他有个闻名世界的称号叫什么？请抢答。抢啊。第一组，埃及艳后。回答正确。什么？我操，怎么抢啊？你们当时干嘛呢？好啊，好，请听题。孙子算经中哪一个以两种动物为样本的趣味题常被作为小学的应用题？第三组，应该是鸡和兔，鸡兔同笼。对，恭喜回答正确。先问一下哈，两位你们选择谁去抢礼品？当然是女汉子，就前篮球运动员，是不是？对的。啊，好，来，请往这边来。这一轮他们抢礼物的时间呢，一共是80秒的时间，而计时的方式就在那边时间小姐旁边的那一个沙漏，如果全部漏完以后还没有回到原地拍响属于他们的那盏灯的话，所有奖品将会不算。我们接下来3秒倒计时，全场观众跟我们一起好不好？来，3、2、1，开始。哇，真的是矫健呐！哇哇，好好快！而且你知道，篮球运动员通常手都足够大，你知道吧？漂亮！
这个时候应该穿个裙子在裤子外面，兜得更快。哇，太矫健了，太拼了。对，先把扣子镜的拿走。你真的把镜子都拿走，真的不给后面一点机会啊？不给，你用脚踢。记得你拿东西一定要尽可能去拿积分多的奖品。那边有电脑，慢点慢点，别滑倒。哇，电视啊！哇，偷了个电视吗？哇，太猛了！慢点，加油加油！来看。哟，啊跑哎，走呢？快！走，等亮了。求稳。还有10秒，还有10秒。他还没叫你回来，以为你就回来了。因为我感觉时间要到了，我第一轮是想求稳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有10秒左右，我就跑上来了。你好，没有微信啊？没关系，没有没有老婆，人家那么不信你呀。他们刚刚拿到的奖品总价值的积分是7100分，恭喜！另外3组都要加油了，好吗？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轮的答题环节，请看题。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什么神？第3组，女神。雷神？瞎编是吧？瞎编了，开始。废话，他当然是女神。那个罗马神话中的什么神？维纳斯。神。快，随便说，多说几样，蒙对了呢？随便说。4、3、2。残缺的美。什么？残缺的美。什么？回答错误，他应该是美神或者是爱神。你干嘛要加残缺两个字呢？爱神。人家怎么就残缺了呢？维纳斯不是断背吗？那是那个雕像吗？断背，那是李安的断背山。所以第3组，你下一道题不能够抢答了。好的，好的。全你们不能抢答这边，一直休眠吧。你是有多高兴啊？准备好了，请听下一题。请根据以下提示回答省份：朱元璋、黄山、赵薇。安徽省。恭喜回答正确。回答正确，积分。请听下一题。黄山。各国家通常会用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动物作为标志，请问常代表美国的是什么动物？记住那只鹰，是只鹰。恭喜回答正确。请听下一题。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该句歌词曾出现在哪部奇幻电影中？画皮。恭喜华正确。请听下一题。把自由女神像变消失是美国哪位著名魔术师的经典表演项目？第3组。是那个什么大卫科菲布尔还是科夫贝尔？说清楚。大卫科菲贝尔。大卫科波菲尔。恭喜华正确。终于对了。哇，我跟你讲，科波菲尔就气死了，你知道吧？第1组，我再次提醒你们一下，你们不要被他们打倒，他们现在每一队都有分，反倒最强的你们没分。他们拍不到。记住，你们的任务，先不管拍了再说呀。都在看着我。请听，下一题。《鹿鼎记》中因为什么毒药导致胖头陀变得又高又瘦？瘦头陀变得又矮又胖。好，第1组，爆胎一斤丸吃过吗？没有啊。好，恭喜王志俊，我可以行了。怎么能让他们抢到？没事，他们只有1分，接下来请听下一题。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的时候，骆宾王代写的檄文叫什么名字？第3队。只要你们回答正确，你们就可以派一人下去抢积分了。所以，他代表的檄文叫什么？代写。代写的檄文。代写。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们其实就是不让你们抢。对，就是不让你抢。要快有什么用？就手快才是王道。漂亮，你们太仗义了。等一下，这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节目，请你们不要狡辩，好不好？知道。我问一下，你能说出来吗？这应该是陶武赵檄。
跳舞照。回答正确，但是可惜没分，可惜啊，很可惜，你们没有下一道题，你们不能够抢答了。好的，好的，好的，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了，是吗？我们不 care， 我们任性，有分。有本事你们太气人了，气死了，真是。先抢的都是东西，后拿的才是奖品。哇，哇，精彩！你这是，但是现在情势对你们不利，希望你们加把劲，好不好？好，请听。下一题，姚贝娜的歌曲《随他吧》是哪部电影片尾曲的中文版 ？Let It Go 是《冰雪奇缘》，我最喜欢 Elsa 了。好，恭喜，回答正确。请听下一题，欧阳修的《玉楼春》，人生自是有情痴的下一句什么？第一组，此恨不关风雨月。恭喜回答正确！恭喜回答正确！ Yeah！ 这你都会，痒了。这你都会，所以呢，我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都已经听牌了啊！知识还是力量，请听下一题。机会的。崔健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什么名字？这张专辑我知道，因为里面有一首《花房姑娘》，是我一直去 KTV 点的。这张专辑名字叫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恭喜回答正确，所以我们的第二组可以去抢礼物了。首先问一下，派男还是帅，派女还是去？啊，我去，我去。好，来，那这边准备。加油！这一轮他们抢礼物的时间呢，一共是80秒的时间。他如果抢到你所满意的那个数量的话，你愿意嫁给他吗？啊，不愿意。哎呀，真是好嫌弃哈。好好加油，行，秀出你的本领。只要他没嫁人，你都有机会。好，记得帮我看着沙漏啊！我会。那个，行，全场倒计时，3、2、1，开始，加油！哇，练百米，这大步跑，快去抢！哇，你看在奔跑当中的时候，先推娃娃，那条粉红色的短裤真的是格外打眼啊！我没有很爱娃娃的，不用那么多娃娃，但是娃娃不值钱啊，而且还是见过的，来继续。哦，他拿娃娃车作为一个载物的东西，还是有脑子，还是有脑子。拿点箱子，拿点箱子，箱子肯定有大奖的。帮我看看时间。哇，拿空它了。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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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推回去，把车推回去，快点快点，努力，加油，施展的力气，快点，施展怎么施的，快点。好好，继续，还可以拿一点点东西。顺便把电池爆了。不，这边拿好，这边拿好。摔坏了要赔的啊！这人拿回来，回来了，就回来吗？回来，队友决定回来了。看到最小，可以。耶！17秒啊！其实还可以拿一轮的啊！是不是雨生你叫的太早了？谨慎一点比较好。对，我其实刚刚看了一眼沙漏，他让我先上来，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但是你愿意听女生的指挥？对，他既然这样说了，那我就照做。你是有多爱他？哎呀，真是有一种幸福满满的感觉。只要他说了，我就做。哪怕是错的，我也愿意将错就错。哎呀，真是。哎呀，羡慕死人了、啊！平时怎么不见你这么贴心啊？第二组他们刚刚拿到的奖品总价值是9360点的积分，恭喜！在这个时候，我想采访一下第一队你们的感想。前两把也就是我们运气不好，对，没有他们的运气，他们手太多了。但是相信以后的还是真。就是真正的成功还是需要见这个本事的。你知道你现在说话都磕巴了吗？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语文次了吗？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依然看到的只是你们两位。他们真的是需要去看眼科了。我们已经蓄势待发了。你已经发了两轮了，你发到什么时候？刚刚发的好久啊！你别说，我一鼓作气，知道吧？他们接下来还真的能发了，因为在这一轮当中。你们每一组都将会派出一位选手到台下去抢积分，分值最少的将会被淘汰。所以也就是说，第二组跟第三组因为已经有
积分，所以相对会比较安全。那么第一组和第四组，你们要加油了，加油喽！四位，请准备，给大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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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一轮他们将有100秒的时间。但是呢，我们没有时间小姐为他们进行提示，所以一切的时间都在他们自己的心胸里面。已经入库了的奖品是不能够抢的，而且尽量不要去抢人家手里的奖品哈。还有啊，就是那个五项全能啊，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去打别人。我很温柔的。好，抢奖品就好了哈，不要抢人啊。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3秒倒计时，3、2、1，开始。嘉伟，拿贵的，嘉伟，加油，嘉伟，加油，嘉伟，别抢，别抢，拿贵的，嘉伟，嘉伟，加油，加油，这边，这边，对，这边，这边，嘉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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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往里扔，后面掉了一个张瑞杰，往下，往里面扔一下，往里扔，嘉伟，这边，嘉伟，这边，嘉伟，嘉伟，嘉电视摆明都是贵的啊！回来！都拿盒子，因为盒子里头有。有大的吗？对啊，对，有可能是大的。跟刚刚是一样的吗？重点就是看谁抢得多，当然最少的就会被淘汰。我们首先来报一下第二组好不好？因为他们可能会相对于安全一点，因为他们已经有积分9360了。来，是的，所以这轮他们抢到的奖品总价值是18660分的积分。然后我们将报一下第三组的，相对而言的话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一轮抢礼物真的抢得不怎么样，好不好？他们刚刚拿到的奖品总价值是2790分的积分，所以累积积分是9890分。哎呀，也就是才抢到2000多。我想问一下姑娘你的感受。还不如自己去，对不对？对，还不如自己去。现在悬念在第一组跟第四组，你们想先听谁的成绩？先听他们的吧。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组到底抢到了些什么。我们抢到的是可升降儿童学习桌、电动缝纫机、自动叠衣板、卡通男士内裤、手持挂烫机、南京盐水鸭礼盒、3D 头戴立体影院、无线移动硬盘、男士保暖马甲、超声波加湿器、微型单反相机、微电脑电蒸锅、手提化妆箱、避震婴儿手推车、宠物防走失 GPS 定位器、水疗浴缸、宠物健康检测项圈。好，就这么多了。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分，所以只有这个分数，就是8980。8980。对，第三组表示他们比较欣慰啊。第四组，你们抢到的礼物有，恭喜获得32寸云电视、小烤箱、红木算盘、水果蔬菜风干机、超静音理发器、单摇电吉他、多功能早餐吐司机、高保真发烧音响、豪华家用全自动爆米花机、24寸电脑显示屏、iPhone 4S、苹果笔记本电脑。你们这一轮的总价值非常巧，也是4位数。废话。首先，
千位数，好巧啊，也是八。百位数，好巧啊，也是九。个位数，好巧啊，也是零。所以就看十位数了。十位数了。九，它是八。只要你是九，你就赢了。准备好了啊！他们的十位数是七，所以他们是8970，比你们刚刚差十分。这轮被淘汰的就是第四组。没事没事的。哎呀，好了。光组合啊，光了第一轮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姑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事的。想走哎。没事的，没事的。才刚开始是不是？好像在刚开始玩起来。没事的，哭什么呀？第四组走了，其实我的心情也非常难过，因为平时我们关系也很好的，我们也算是老乡，因为我们都是从东北来的，所以我也很舍不得他走。你们走了，但是我们会帮你们打败第一组。记住今天的练功，我们还是很有效果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光组合再见。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健康云峰拒绝空调病的海尔智能空调联合播出的《芝麻开门》。本节目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累了困了就喝东鹏特饮。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登录江苏卫视芝麻开门新浪官方微博以及我和宇哥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一起互动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环节的淘汰赛，跟第一轮的环节是一样的，一共有三次进入我们的奖品区的机会，前两轮还是需要靠各位的答题实力。当然同样也是每一组都会派一位选手下去玩游戏，节目组非常有心的为大家准备了难度级别不一样的游戏，有三个难度级别，分别是10000分、12000分和15000分，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积分来挑战游戏的难度，积分总数最低那一组再见。好了，各位，请全神贯注听题。陈凯歌导演讲述两个伶人悲喜人生的是哪一部电影？第二个，《霸王别姬》。恭喜回答正确。您下一题。小说《鹿鼎记》中，集齐八本什么经书能够找到关外的大宝藏？42章经。恭喜回答正确，请听下一题。凤凰传奇与筷子兄弟在2015年春晚合唱的最新神曲叫什么？最炫小苹果。回答正确。请听下一题。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是哪首经典歌曲的歌词？第一组，歌声与欢笑。赶紧，不对，歌声与微笑。好，回答正确。现在第一组，你们只要再回答对一道题，就能够下去抢。要当心了，对，要当心了。嗯，好，请听下一题。日本的国徽是一朵什么花？樱花。什么？樱花。不对，菊花。菊花。对，菊花，菊花。回答正确，这个可以对。好，所以第二组只要再对一道题就可以下去抢礼品了。加油加油。请听题。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无傲骨，这是谁的座右铭？徐悲鸿。恭喜回答正确。回答正确。画马。所以如果意外的话，那就是张家玮你要下去做游戏了，对不对？对，我要告诉一下，你的积分是8980分，现在第一名的积分是18660分，也就是中间差了差不多有10000分。你现在游戏是分为难、中、易三个档级的。三个档级，你想选哪个？张家玮，10000分、12000分、15000分。看你的。你确定吗？你不需要知道一下游戏是什么吗？跟最难的游戏同等比例的，我们上回玩的是在开水里面洗澡。你确定你是要选最难的吗？最难的。我们有这么残忍的游戏项目吗？好，准备好了吗？
最难的，最难的是吗？一定要拿这15000分了，是不是？对，不用看是什么了，势在必得，最难的就可以。好了，来，祝你们好运了，请坐，准备。所以我们第一组的选手选择的是最难的游戏——旋转 DNA， 价值15000分。旋转 DNA。旋转 DNA 装置上粘有10个气球，选手需要爬上装置将气球扎破。若选手在中途掉落，则需从起点重新开始。当气球全部扎破时，游戏即为完成。此游戏对应的奖品为汽车2年使用权。你们的对应奖品就是舞台中央的那一辆小汽车，所以你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小汽车推进1号仓库的门。这轮你们一共有150秒的时间，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全场3秒倒计时，3、2、1，加油！哇哇，好快啊！多速！1个，2个，红色，3，它是红色的吗？哇，真的这个速度！看你这个速度的话，我真的好想问一个问题：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他本身就是猴子吧？本来就是猴子。哎呀，哎呀，落地了！重来，不着急，嘉文，加油！稳，嘉文，剩下2个而已，只剩下2个，所以稳很重要，稳很重要。潇洒一救，嘉文，稳很重要啊！只剩下2个而已，所以不要掉下来，更重要。哇，你看来了一招。这个叫做倒挂金钩，接下来来一个猴子偷桃，因为那两个球比较的圆，这个好看，我们两个给鼓个掌来，这个不错，加油加油，真不错，好，还剩最后一个，那个在最远的地方，好，可以下来了，真不错，去推车，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哇，果然。像全能的真的是棒极了，还有时间，哇，时间很充裕啊！认不错，快点！你还可以在门口嘚瑟一下，干得漂亮！还拿东西，慢慢走。天哪！还有谁拿东西啊？真是神一样的级别啊！慢慢走，嘉文，还拿瓶子，干得漂亮，嘉文，干得漂亮！这果然是太厉害了。拿熊嘉文，不，你不要拿了吧。嘉文回来吧，嘉文，你放不进去了，太大了。你这纠结，回来吧，够分了，回来了，嘉文回来，嘉文没时间了，嘉文可以回来了，嘉文回来，快。推完汽车，人家还想着去再推一个洗衣机啊，电冰箱啊，再扔个除草机什么的。车被你们开走了，这太可怕了。好，来看一看，这一轮的价值一共是15685点的积分。干漂亮！所以总共价值到了24665。啊！所以现在瞬间反超。第一名，而且比第二名超出了6000多分。是，其实此时此刻第三组你们的压力是最大的，对，压力大，动力也大。嗯，我们要越挫越勇。对，所以你们现在还是一个联盟吗？我再问一次。是啊。有变化。没有，第二组心想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联盟？好，不管怎么样，不是他们淘汰就是我们嘛，所以我们还是心里还是好朋友，但是我们公平竞争，对吧？对，我们不唠狠话，对不对？对，对，我们不会放狠话的，赛场上见，不放狠话。好了，开始这一轮答题啊。好，来各位，请听题。
每次打斗前都扯掉一件上衣，露出上身七个伤疤的是哪部日本动画片的情节？北斗神拳的剑次郎。恭喜回答正确。回答正确。耶，加油！加油加油！激起了斗志了哈。对，请听题。别怕别怕别怕。没事。1980年版的电视剧《上海滩》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请问它的主题曲是谁演唱的？第二组。是《上海滩》的主题曲。对，1980年版的《龙斑》。叶丽仪。回答正确。好，现在我们加油加油。对对对，第二组第三组都积一分了，来第一组加油，请听题。很多音乐家都创作了圆舞曲，请问圆舞一般又称为什么舞蹈？第三两个人跳的那个华尔兹。回答正确，加油。所以现在第三组是拼了啊，果然是激起了斗志了。来，好，也就是说第三组再回答对一道题，你们就可以下去玩游戏拿积分了。好的，好，加油。请听题。由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司马案改编的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的是哪部电影？投名状。回答正确。好，现在第二组第三组都已经有机会了。我问一下第二组啊，人家第三组分给你们差那么多，你就不能让着别人一点？咱前面也说了嘛，大家就公平算了呗。啊，一定要抢得那么凶狠吗？可是他们不走的话，走的就是我俩了呀。而且我俩也没什么乱抢啊，就没有对第一组那样是吧？已经变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哈。这个世界，你懂吗？你到底我现在就想看他们这个情景啊，艾姐，我真的很想问你，哎，你说人世间有真正的友谊吗？当然有啊，下来以后仍然可以喝酒啊、吃饭啊，是对吧？但是现在该抢得抢啊，这才是游戏的精华之处，对不对？是，互相让来让去，这游戏什么可玩的嘛？好了，对，支持你们，加油啊！现在第二组、第三组，你们现在都在边缘上，只要能再答对一道题，就能够下去玩游戏抢积分了，明白吗？好，请听题。身背巨型雷达在作战起到指挥、监视、侦察、信息共享的作战飞机，我们一般称其为什么？来，第一个，预侦察机、预警机。回答正确。不，请听题。美职篮以高水平的篮球技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么他们的三分线距底线的长度是多少米？我是专业的，国内的是6米25，美职篮的要比国内的多一米，是7米25。回答正确。所以现在场上的情况非常的微妙，特别是对第二组相当不利。现在你们跟第二组的分数差别在不到一万分，选什么都行的意思。那个，先看一下两个游戏是什么。一个是华容道，一个是心心相印，分别多少分？心心相印1万分，华容道12000分。那个，我们求稳，对，我们求稳，我们要10000的。心心相印，心心相印，求稳。心心相印，台子上放有6个大小不一的红心，选手每次只能拿一块红心，翻过绳床，将红心装置在镂空心形图案内，若完全匹配，则灯柱亮起。当3根灯柱全部亮起，游戏即未完成。此游戏对应的奖品为环绕式数字家庭影院。所以你们加上10000分之后，其实就比第二组高了。对，最后一击。最后一击，加油了，来，请到你们的位置上面。你去吗？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倒计时，加油！3、2、1。加油加油加油，先看一下。哇，一次只能拿一个，一次只能拿一个，看清楚啊。好，是不是同样的大小？运气足够好，一定要严丝合缝，必须是严丝合缝的。好，拿错了，希望你记住那个大小。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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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不仅是要体力，而且要是够细的，希望没有
摔得还挺疼的。好，拿到一个，加油加油，现在时间还有，加油。太平了，确定吗？确定吗？我在牙里面可能会撞到。哇，加油。好，最后一个，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加油加油。有时间有时间，大的还是小的？那选了个大的，因为这几个新型的，因为这几个新型的大小其实差不太多。拿盒子，拿盒子！哇，先推，先推，先推一万分。行，拿退退啊啊！还要拿盒子，快快！再拿一个盒子。还有体力吗？还有体力吗？没有就赶紧回来了。还有体力吗？加油加油！应该没问题。时间还是有的，他其实再拿一个还是可以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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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加油！没有劲了，累到虚脱了已经。加油加油！什么叫精疲力尽？真的是拼了，真的是拼了，第三组真的是拼了，我们全场给第三组的男生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累成这样，值得的，值得的，值。在刚才这一轮当中，第三组总共的得分是12030，所以最后的得分是21920分。好，现在反超了，所以呢，目前得分情况的话是第二组分数最低。在接下来的比拼当中，你们每一队将会派出一位选手下去进行游戏比拼。在这一轮当中，其实每一队都有可能获胜，但是每一队都有可能离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在当回的游戏当中你们获得第一名，将会有20000分，第二名10000分，第三名最后一名没有没有分，也就是说大逆转有可能产生在这个环节。接下来我们要玩这个游戏呢，叫摇摆木板，其实更重要的是平衡力，平衡感。摇摆木块，选手通过一条绳索来稳定摇晃的木板，并将放置在三个木桩上的小木块依次竖立在木板上，一旦有木块倒下，选手需先将其扶正才能继续游戏。当所有八块木块都在木板上竖立不倒，游戏即未完成。此游戏对应的奖品为苹果三件套和家用豪华桑拿房。好了，三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这个游戏的关键是在于稳。预备，开始。稳，慢点慢点慢点，没关系没关系，慢点，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没关系。好，明显第三队较有经验，现在开局比较好。慢一点，慢一点，宁愿慢一点，宁愿慢一点，没关系。但事实上，开局慢慢哦，哎呀，对不起，你要放回去，要重来，对，重新来，慢。他再慢慢来，慢慢来。坚持。别着急，振宇，别着急。现在第一组跟第二组他们的水平其实是差不多的。买了四块了。其实第二组这个时候镜头啊，跟十分钟前没什么太多区别。好，现在第三组的速度，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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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呼吸呼吸。好，对不起，放回去。放回去，必须再提醒一下在场下比赛的三位选手，最后一名马上淘汰，所以这是你们的生死之战。现在大家成绩差不多，好，现在领先的是第一组，快，哎呦，节目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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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第三组已经垒到第五个了。我如果是第二组的话，就干脆把这一块垒好了以后啊，让他倒一次，把那个捡起来，然后再来。哎，哦，对不起，得放回去。哎呦，放回，第二组的姑娘。哎呦，话没说完。赶紧先把那一块掉地上捡起来，对。第一组已经剩下最后一块了，现在第二组还有四块，第三组还有两块。好，打了，好，打了，重新来。掉好多啊！没关系，你看人家悠悠的，悠悠的。稳住，稳住，稳住！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哎呦，对，不大个事儿嘛。慢慢摆，嗯，摆好，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对对，可以休息一下，稳一点，稳一点。稳完以后，放吐了一口气之后，脸上再带上了一丝笑容。好，第一组只要把它放上去就赢了。哎呀，等一等啊！干得漂亮！漂亮，两万分。小伟，好，现在是第二名跟第三名之夺，输的那一方将会直接淘汰。只差一个板块，第三组已经进行到最后一个木块了。只要他能够把他手中的这一个木块稳稳地放在板子上，他就能够获胜，就能够进入到终极加油加油比拼。稳住，别急别急，加油，快一点，稳住稳住。这样的得分情况是，第一组总分是44,665分。恭喜恭喜，刚才在那一轮已经拿了第一名，所以一下加了两万分啊。那么第三组是31,920分，第二组他们最后得分是18,660分，所以这一轮他们将会被淘汰。感谢你们参与。虽败犹荣啦，因为真的是拼到了最后了。对，其实我们打比赛这么多年，赢赢输输很正常。那就意识到一点，实力没有别人强，就是没有别人强。对，其实毕业的最后一年了，对不对？对。这一年有没有想过，会一定要做哪些事情？我觉得我要去给我喜欢的人表白。哦。哎，不如借出那个舞台了，因为。他也肯定在看电视。我大学四年花了很多时间在各个活动上，唯独没有好好谈恋爱。有喜欢的男孩子也不好好去追。那其实自己看上去胆子很大，其实胆子也很小，其实实力也没有很强。嗯，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吧。希望今天胆子大一点。嗯，如果你在电视机前看的话，如果我来给你表白了，不要被吓。哎，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好不好？嗯。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你邀请你喜欢那个他。在毕业的那一天去看一场栀子花开电影，好不好？好好，祝你们在大学校园里的最后时光都过得开心，好好的享受 enjoy 你们最后的校园时光，好不好？谢谢，加油了，谢谢，再见。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健康云峰拒绝空调病的海尔智能空调联合播出的芝麻开门。本节目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恭喜两组进入我们的终极对决。接下来的比
比拼当中，到底谁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呢？最后的赢家，他将获得的奖品的价值将是你们所有每一队的积分加起来的那个价值，明白了吗？总和，我们看一看有多少。来，请看，一共是104215。也就是说，之前离开的两组为你们添砖加瓦加了不少分。他们的努力都将成为你们的成果，但是谁能够笑到最后呢？我们马上进入到终极对决。两组选手站立在10米空中龙门架上，积分落后一组先倾斜20度角，选手轮流答题，答错则龙门架倾斜10度角，直至其中一组选手全都支撑不住掉落空中，另一组选手即胜出，获得所有奖品。进入终极对决。救我一个女生啊！能不能别这么高兴了？好了，好，现在首先是分值比较少的那一组，先倾斜20度。啊，不会吧？啊！真轻啊！我天！我靠！好的。好吓人。所以，现在沉着冷问答开始。请问龙虾的血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蓝色的。回答正确。螃蟹是用肺呼吸还是用鳃呼吸的？肺。错。所以，倾斜。BMI 指的是体重指数还是脂肪指数？脂肪指数。错误。火车连续发出两声长鸣，表示加速还是倒退？倒退。正确。好样的。轮船发出6声短笛，表示遇险还是停泊？遇险。正确。我们日常吃的紫菜属于红藻类还是绿藻类？绿藻。错误。我们日常的主食基本上属于酸性还是属于碱性食物？碱性。错误。一只耳被打掉的是左耳还是右耳？右耳。正确。动画片《网球王子》的主角叫月前龙马还是月后龙马？月前龙马。正确。人手的腕骨是由8块骨头还是9块骨头组成的？腕骨。9块。错误。我不会吧。人的视网膜有10层还是12层？10。正确。乔丹篮球鞋上灌篮的标志，乔丹举起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右手。错误。苹果公司的第二版商标上有6种颜色还是5种颜色？6种。台风都是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台风逆时吧。对，逆时针。正确。天气预报中提到的高气压中心一般是晴朗还是阴雨？阴雨。错误。完璧归赵的典故中，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的是秦国还是楚国？秦国。正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周易还是老子？老子。错误。100美元纸币上的头像是富兰克林还是华盛顿？华盛顿。错误。克林。目前发行的10元人民币背面图案是桂林山水还是长江三峡？桂林山水。错误。成语柔远怀耳指的是思乡的意思吗？是吗？是。不是。错误。成语淹没凉风指的是天气寒冷的意思吗？
啊啊！别抖啊！不是，不是。一般游戏中字母 MP 代表经验值还是魔法值？魔法值 Magic Point。回答正确。游戏中的一般表示秒伤害的英文缩写是 DPS 还是 MP？ DPS。近视眼镜片是一块凹透镜还是凸透镜？是凸透镜。错误。印章的阳文印盖出的效果是红底白字还是白底红字？白底红字。钢琴的踏板有两块还是三块？三个。正确。小提琴有四根弦还是五根弦？我不行了。好，没关系，你还有一个男队员在继续。四根弦。飞机上黑匣子的颜色是黑色的吗？不是。正确。可乐的发明最初源于制药，那么它最初是褐色的吗？不是。白蛇传中白娘娘到仙草，仙草指的是灵芝还是雪莲？天山雪莲。错误。哇，用来表示圆周的字母派是罗马字母还是希腊字母？希腊。明月金蛇狂舞是打击乐还是管弦乐？打击。错误。于乔问答和阳春白雪哪个是琵琶曲？阳春白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灵兽中青龙是东方之神还是西方之神？我青龙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西。错误。我坚持不住了。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们恭喜第一组的难兄难弟们。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奖励，让他们在上面挂一年。快下来，快下来，快下来！二三，走！奖品吧，来吧，全部都是属于你们的。如果你也想参加节目的话呢，请按屏幕下的方式来报名。全新升级之后，我们的奖品更加丰富，游戏更加的紧张刺激，这些东西如果你来的话都是你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海尔智能空调，感谢东鹏特饮，感谢百度百合网、 PPTV 还有新浪微博。下周同一时间不见再拜拜，不见不散。各路豪杰齐聚芝麻开门，遇到我们你们就注定失败。抢光所有的奖品，杀光所有的对手，快点上来，快点上来，快！情侣组合准老公意外淘汰，小媳妇儿孤军奋战。下面看我表现，刀光剑影，肉搏厮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里是战场，不分男女，不分你我，只分输赢。小西凤能否突围逆袭？谁又能问鼎最后的王者？海尔智能空调，芝麻开门，3月31日晚播出。